拉青岛伴娘，就是我们昌乐宝马社会里的生活就是我们的梦想，每天就是拉拉伴娘挣点零花钱，对吧？反正是我最羡慕的生活。对，开着自己喜欢的车，拉着姑娘。喜欢主播的点关注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潍坊上宝马直播间，没有关注的我们可以点关注，谢谢大家点赞。喜欢主播的没有关注的我们点个关注啊，宝贝们。欢迎大家来到潍坊上宝马直播间，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关注，谢谢大家点赞啊，谢谢大家点赞。是的，大家有什么想要看的车型都可以在公屏上打一下，让主播和大家去看啊。谢谢关注，谢谢关注。欢迎张二百，欢迎七零后大叔，欢迎大家。谢谢刘P哥的关注。大家名字为什么都这样？大家名字为什么？你知道我那天看了个啊，算了，我不能讲出来，讲出来有点影响我的形象。我那天看了进来一个人，我自己在那笑不行，他叫下播。再说了，我这样说出来好像不大好。喜欢主播点点关注啊，欢迎大家。摄影师就看你操作了，摄影师现在操作不好吗？就是操作挺好的吗？就是啊，大哥，满今天摄影师的操作大家还满意吗？满意吗？摄影师说有鸡腿吃吗？有鸡腿吃吗？谢谢观众，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啊，宝贝们，我没有点关注的点关注，欢迎大家。谢谢点赞，谢谢大家点赞。谢谢红豆的关注，没有关注的可以点个关注啊，没有关注可以点个关注。喜欢主播的，喜欢宝马车型的，没有关注的点个关注啊，宝贝们。主要是摄影师不敢放肆了，因为家属又来盯了。家属咔咔站榜一。哟，今天当榜一了，今天。当榜一了呢。别乱刷，我们挣点钱容易嘛，天天的在这刷的。不如大家了。要我们都知道最好得不。这里我也看一看，帮大家答疑解惑，询问一下。然后刚才有问到，他不发，就像他说的，可能他就只是我的一个想象而已，对吧？嗯。欢迎布加迪龙，欢迎，不要难过，爱人先爱己。根本就没有受伤，是不是？所以你不用，你牛皮。我有时候自己我都情不自禁，我笑出来，笑出声音来，笑得咯咯的，我就是了。谢谢关注，没有关注我们可以点关注啊。你把麦换个位置，为什么要把麦换个位置？其实拿下来也没用啊，问题是。你看这样更不行。要不加裙子上吗？加裙子上，你们能听得到吗？主要是。就这样吧，喜欢主播点点关注啊，欢迎大家。一鸣是故意敞开的吗？对，我就是故意的，我没有擦边，我就是明目张胆的，嗯，轻浮的样子，呵呵，和文学似的。哎呀，我还有更轻浮的。大家喜欢这么轻浮的主播？喜欢吗？你说喜不喜欢？你说你不轻浮的话，你也刷不到我呗。就是我们就是。物以类聚，人以群分，大家直播间都一样的人，我们左上角点关注，欢迎大家，都是我们的好大哥，都是我们的好宝，点点关注啊，点点关注，喜欢主播点点关注，欢迎大家来到潍坊上宝马直播间。530Li 尊享是现在可以优惠到46啊，46，有点飘了，物以稀为贵，喜欢主播点点关注啊，欢迎大家来到潍坊上宝马直播间，没有关注的我们左上角关注点一波，左上角关注点一波。进来的估计都是男的，我们不分男女啊，都一样，进来的就是我们的 VVVIP， 我们点点关注啊，没有关注点点关注。极地前行一看刚进来，我和之前和大家说过今天应该是黑的啊，反正我猜是黑的，然后主播那个错愕的表情猜对了吗？谢谢我们菜菜登台，谢谢我们菜菜。我懒得勒你，金晨，你听他说的什么。酒窝真好看，谢谢大家喜欢，没有关注我们可以点关注啊，没有关注我们可以点关注，欢迎大家。欢迎大家在这个阳光明媚天气晴朗的日子来到兔子的直播间，喜欢兔子我们可以点点关注啊，喜欢兔子可以点点关注。
谢谢关注，谢谢您的关注。干嘛？提醒？真的假的？提醒我？提醒我什么？提醒你别这么轻浮。我轻浮，我轻浮，说我轻浮，笑了。刚才有人说我轻浮。来，下来吧，来下来吧。下来站站好吧，来。嗯，你走啊，你先走啊，咋的？嗯。来，下来，我们再给大家讲讲车来。咋？你这还把鞋给脱了？说我轻浮，我笑了。从哪儿走啊？就在这儿，在这儿站也行。搁这儿杵着。看这光还行吧？我不知道，我还没看到呢，还没到我这儿。嗯。变脸了，说明我猜对了。没意思，没意思。猜对了就没意思了。没啥意思，猜不猜对了都没啥意思。好，现在站好了啊。立定。我正好在空调底下耶。喜欢主播的点点关注，欢迎大家来到潍坊上宝马的直播间。最后来个附带的。看好看的，看什么好看的？喜欢主播的点点关注，欢迎大家来到潍坊上宝马直播间。没关注的我们点一个关注。地板不反光，差评。你来给我们那个什么一下，领创一下子，宝儿。给我领创一个反光的地板，咋样？下次我拿个镜子让他踩着哈。哎，摄影师，我也不知道摄影师是怎么回事，怎么长大的，怎么可以一个，怎么可以这么油腻？你去给他们换地板吧，是吧？给我们领，给我们店领创一下子，换个反光的地板，咋样？看直播就看直播，评论区里别太猥琐。说出了我的心声，说出了我不敢说的话。CX5展台地面，你看，你看我们一棵大树。我们能不能矜持一点？能不能矜持一点？直播间的各位，各位那个来自山东的朋友们，来自山东潍坊的朋友们，这位 IP 是山东潍坊的朋友，能不能矜持一下子？重新装修一下，是的，重新装修一下，给我们店里创一下子，安上反光的地板。